勾着我们肖哥的手。对，勾着他的手没关系，朋友，对，勾着。因为你手要放过去啊，勾着，手要放过去，勾着没？勾着，然后靠着他的肩，靠着他，靠着他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，男的手要放到这样子，觉得他很僵硬。没有，你不用管他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可以吗？我想问萧敬腾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你喜欢的女孩子是什么形象的？圈内有没有女艺人是那个形象的？对，不是说你喜欢她哦，就是那个形象你会特别欣赏。行，我觉得就是舒服的，舒服，对，就是。有反应的，有谁？例如谁？很什么方向的这个？难讲。护理是舒服，舒服就是看起来很舒服。胸看起来舒服，胸部要不要大？胸部就是自然就是美，自然就是美。身材要不要好？身材自然就是美。身材重不重要？身材对，但我内心比较重要。上节目对不对？看到这么多演艺圈的美女。美女，嗯，会不会害羞？不会吗？嗯，那我们这个你长怎么样？很棒，很棒。来，贝妮来坐在旁边。好，你好开心哦，你。我还要穿情侣装哎。哪里情侣装了？有啊，颜色。哦，来，好，那你勾着我们肖哥的手。对，勾着他的手没关系，朋友，对，勾着。因为你手要放过去啊，勾着，手要放过去，勾着没？勾着，然后靠着他的肩，靠着他，靠着他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，男的手要放到这样子，觉得他很僵硬。没有，你不用管他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接受了，都可以啊，撞，来来就可以啊，让轻松一点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还是你要我勾你？都可以，不用他勾了比较舒服。勾了不用怕啊，勾的没关系，难得哎。对，刚刚有人给我红包叫他要上来，我都不让他上来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让我们这节目要人家轻松一点，嗯，对不对？这是你的功能，好吧？你有什么话要问萧哥？他不自在吗？他看起来好，怎样？不开心的。这抬头那么凶，怎样？怎样？没有。现在Penny坐你旁边舒不舒服？很好啊，很好。嗯。哎，请问一下啊，你这么沉默的一个男生，请问你第一次有感觉是几岁？感觉什么感觉？爱的感觉。哎，爱。生理啊，生理情形。我忘了。第一次。几岁嘛？几岁？我不会记那个数字。年纪？数字我大概国中啊，高中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国中。可是你这个人很颠覆哎，因为你看你对不熟的人你会不自在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做的是一个表演的一个。事业要面对很多不认识的人，而且你为什么唱歌以后跟你现在这个完全不一样？真的吗？你在唱歌的时候是很狂野的一只狮子一样的。你这个狮子也是很不太讲话的狮子哦。OK， 好了，来，像贝多芬，光表演。然后不哈啦，你在学校是指预备器？我不会了。那如果说你现在遇到一个你很喜欢的女生，对吧？那你会比较多话吗？不会，不会。嗯，那你现在跟 Penny 聊一聊，聊 OK 啊？聊什么？你跟她聊，又问我，她住哪里啊？什么？睡着。你要问人家说，小芳应该比较喜欢。睡啊，你又不笨，锐气。你几岁？21。哇，这哇点在哪里？对，21。21岁，很好啊，加油！加油什么？要外面生啊？加油！要外面生。嗯，我自己也没有。就问他 MSN 哦 ，MSN。怎么了？不是你，不是鹦鹉哎，我不能讲什么你就多少？你现在是要，你现在是遇到什么东西了？你要问人家多少什么？多少钱？那个账号多是多少？三维吧，账号。你有跟女生告白过吗？告白，
告白其实应该是有。你有谈过恋爱吗？嗯，有。很刻骨铭心的还是淡淡的？不是，我很认真的。你怎么那么？我在跟你开玩笑。还好，我觉得就是就一般。嗯，那。那第一次什么时候？走啊！第一次手牵手，手牵手。嗯，大概是国中的时候。哦，有国中就手牵手，你还算蛮前卫的。对啊。嗯，人不可貌相。那所有第一次都在国中吗？No。有部分第一次在高中。个蛮后面。高二。在后面。高三哦。那你前面是讲秘密吧，高三秘密，可以够清楚。你先回来，先回来，你回来可以的。你也不摸人家，对啊。要是我早就摸他了。哎，你这么会唱歌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都有一个苦恼，就到 KTV 会遇到那种唱歌唱很难听的、很烂的那种。你会受不了吗？其实不会，因为我觉得。很多唱歌都并不是说唱得非常好，可是他很认真在唱，是，所以就会觉得很好看，对，很好看，重点哦是很好看哦，不是很好听，就是很因为认真嘛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接下来要去，要去那个哪里？这是哎，你以为我们三个主持人通灵啊？这样一指哦，哦，我知道内地，对不起，是不是内地？香港，对，香港。那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哦，没有，没有。多久没有？啊？多久没有？没有什么女朋友。没有。蛮久的。其实上一段，对啊，蛮久，四个，大概半年。半年还好。那这半年怎么过的？可以过啊，怎么过的啊？我其实有一个人也是很棒啊，一个人，嗯，那后来就是跟这几个好朋友常常在一起嘛，去对工作的时候，或是工作结束的时候，常常会一起。曾经以为等待会改变什么，你总会属于我，但是最后时间证明了你真喜欢我。你说我比较像你的好朋友，只是不小心拥抱着你道歉，你难过，于是我给你笑容，谁在乎哦，可会不会寂寞？你说过我是你最好的朋友，却不应该再拥抱着你，退缩，你冷漠，于是我放开双手，不在乎我的心会永远的寂寞。现在你现在这么帅，对不对？然后话又很省，哈，那人气很旺。谢谢。那有没有女孩子偷偷跟你示好？没有啊。有没有剩下的可以给康哥？剩下？没有啊。其实没有。没人不敢吗？没有人跟我。是啊。是因为他们管太多了吗？不会啊，因为我都语言不会，没跟他们示好，所以他们应该。如果女孩子主动跟你示好，你会接受吗？不会接受，就是好，就当朋友。有没有那个放电？对啊，对你放电过。放电怎么放？放电怎么放？那三五膝盖碰你啊？没有，不会有。没有女孩子这样的。不会。那如果陪你主动跟你示好，说要跟你交朋友啊，想去你出去玩。OK。我现在没有在介绍，我可以，我是打比方，可以。当然。就像你陪你这样的女孩子，你就觉得蛮好。可以啊。OK 哈。嗯。那什么时候想交男不是交，什么时候想交女朋友？女朋友就顺其自然，对，顺其自然，缘分。哎，你会说，哎，我现在是偶像歌手啊，那我就不能交女朋友这种？不会，就是感觉来，时间到了就是。哦，哎，他交女朋友，你们会反对吗？
不会啊，不会啊，你又不是你姐，你凭什么讲不会？不是，那当然，那要叫他女朋友带他的朋友出来跟我们玩，那是妹头。那如果你交了女朋友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怕曝光？觉得所以心态要先调整好，调整好。所以你没有关系就对了，曝光到时候看怎么讨论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有一家夜店去玩都不会被拍哦、喔，你要不要去？少来。其实我不太去夜店哦，那种地方哦，什么哪种地方？但是如果小芳他们带我去就 OK， 我自己不会去。哦，萧敬腾有对你们说过他心里话吗？比如说我好想。就是说啊，我现在好累，还是对我会有防啊，毕竟我姐她怕我去撩妹啊。不会啊，比如男生跟男生之间总会聊一聊。我们当然我都跟他讲不会，你找我带你出去玩，嗯，然后他还是会防我，怕我跟我姐。我一直有跟他示好，我有说要带他去。我跟你讲，你小心哦，搞不好你一说好，他就姐你看，他说好，他会这样，对，他会这样子，他都讲笑话。都讲笑话，那讲话我会讲笑话，是你们跟我讲笑话的，就是不是真的要用麦克风哎，是他们跟我讲笑话，我记起来他们的笑话。OK， 那你讲一个给我们听，让我们笑一下。那个我忘记了，他讲一个很好笑，你讲了，讲了，不是我们没有在聊天呢，我们现在做节目哎，说你讲我讲，这个很难讲，你要叫他讲，你讲你自己，拜托拜托，那你讲你自己的。好，那我讲一个爱乐粉丝说的，嗯，好 OK， 我觉得超好笑，是，就是有一个牙医，嗯，他要帮他的那个病人看他的口腔，是，嗯，就看，那个。牙医就跟那个病人说：“先生，你的牙齿有个大洞，有个大洞。”后来那个病人就说：“我知道有个大洞啊，那你为什么要讲两次？”然后那个牙医就说：“不是不是，是回音，是回音。”就这样，这个笑话就是这样子。就这样子，这个蛮好笑，这个蛮好笑。OK。我想问萧敬腾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喜欢的女孩子是什么形象的？圈内有没有女艺人是那个形象的？对，不是说你喜欢她哦，就是那个形象你会特别欣赏。行，我觉得就是舒服的，舒服，对，就是。有反应的，有谁？例如谁很什么方向的这个护？难讲。护也是舒服，舒服就是看起来很舒服。胸看起来舒服，胸部要不要大？胸部就是自然就是，自然就是。身材要不要好？身材自然就是。身材重不重要？身材对，但我内心比较重要。小甜甜，小甜甜很棒啊，我觉得她很。很棒，很棒，真的真的。你觉得他哪里很棒？我觉得他很有自信，很有自信。对，然后整个就是很适合，很正点。对，如果说有一天缘分到了，要你娶她，你愿意吗？不要这么，这太，这太飞入地狱。请问一下，有可能的话，如果在一起，你会考虑这个小甜甜，因为她的个性其实内在也蛮好的。当然，如果。就是我喜欢上他，就是 OK。哦，你讲这句话为什么麦克风拿那么远？放弃。哦，他会不会唱歌重不重要？嗯，既不重要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他会不会唱歌不重要？不重要，只要在一起舒服就好。比你高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哦，你论据很宽哦，你现在最近是很小的，没有。其实我久不交女朋友的时候，我都觉得 OK。真的吗？罗中刚说谎太明显了，萧大侠都忍不住偷笑喽。现在就来欣赏萧敬腾的演唱吧。请不要分了以后，还记得亲吻过的承诺，你的永久已不属于我。默默低头，那是我很多话哽在喉咙。你
戴上你的快乐，不是我爱太多想太多，我能感受他比我适合。爱放了手，我伪装冷漠，比你先说分手。请原谅我，原谅我不成熟，不爱你是借口，好让你离开我。原谅我，好像自私将你占有，一个寂寞就给我承受，换你过更好的生活。谢谢。You sing a song for a broken heart.
许多情，不管你爱与不爱，都是历史的尘埃。One night in Beijing，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百花深处。超越。